没太明白你的意思，你重说一下。就是我上车的时候是在一个打车上车点，然后从网约车上车点吧。那我们这样下车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到航下的吗？哦，航站啊。我明白，明白。您出发的时候，我就直接送您去出发层了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就是您到你过来到那儿的时候，你要坐车的话，得到网约车乘车点去。OK， 好。但是在二楼也能接，就是有的司机他可能就是不太熟悉，你知道吧？嗯嗯嗯。就是按人家要求的话，是那个空驶车辆是不让上航站楼上面的。是的。哦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